哎呦我的妈！鱼上钩了，今天给你来个偷梁换柱。吃饭呀！来了来了！来，咱们今天呢，来一个看得见的。如果你选看得见的，你就先吃；看不见的后吃。你选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？选这个后吃。对，里面鸡蛋早被我拿走。选看得见的呀。你就等着一会儿吃空气吧。啊！你怎么还有鸡蛋呀？我自己煮的不行啊。有，看不见的后吃。那今天就看谁笑到最后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你干嘛呢？有人。真香。吃饱了，快看看有没有你的鸡蛋。哇，大鸡腿呀、啊！你怎么还鸡腿呀、啊？小木鸡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呀！来，老公，今天一人一个鸡腿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好。然后你吃五个鸡蛋，我吃三个。嗯。别再抢我的了。嗯。不让我吃行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人才啊，可不能被媳妇发现了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来，老公，给你一杯。对了，我还吃香菜啊，都给我放。你吃吗？我一会儿再吃。可不能被媳妇发现了，我得赶紧吃，吃完好溜啊。再给他盖上点，别被他发现了。
水呢。啊，你去帮我拿一下。你自己去吧。就帮我拿一下，快点。不去呀、啊？快点。给老公加点料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好了没？哎呀，来了。咱家玉米羹真的是太好喝了，你看家人们，我们喝的这个玉米羹你们都拍了没？它的粉质真的特别细，而且配料表还很干净，只有山药、葛根、玉米还有大米。家里老人小孩你放心喝，之前呢它是29.9元，现在你点这里拍有活动，直接19.9元给大家画三桶，这一桶就是500克的，还送同样的杯勺。喜欢喝玉米羹的姐妹们赶紧去下单吧。喝一杯这个都热乎了，现在冬天这么冷。看一下，我得赶紧吃。啊！什么？这不是我的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儿吃饭了，还不错。嗯，还在这儿杵着。不知道该干嘛呀，吐进去。这你别笑。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这个时候打电话呀。这烤鸡实在让我按耐不住啊，这下烤鸡不就都是我的了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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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请别治啊！非常6+7呀！太好吃了吧！我得赶紧吃了，不然他发现了又得挨揍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买的辣酱的？你弟偷完了吗？谁让你坐这儿吃的？我饿了，我吃点儿。还好我动作快，没被发现，不然就惨了。看咱家这香菇辣酱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这款香菇辣酱你们都拍了没？它是用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成的，百搭，怎样都好吃。你平时你在家里面，你吃个饺子、吃个包子的时候，你蘸点；还有就是你拌个面条、拌个米饭，你就是裹个馒头也特别好吃。看着小易拉罐，这一罐呢是80克的，现在有活动，点这里19.9元给大家发10罐，满满的一箱，而且每箱里面都给大家搭配两个小盖子，你吃不完用这个小盖子把它盖起来，特别方便还卫生。还有就是你蘸个肉的时候吃也特别好吃，是我的烤鸡。啊、有人啊，我烤鸡呢？我烤鸡呢？嗯，哎呦我的妈！瞅你那小气样，不给我吃一会儿，自己拿钱买去。嗯，还以为自己挺聪明啊，藏钱都藏不明白。
看着他大口吃肉还挺馋。真香。这把子肉蘸辣酱太香了吧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我得想办法把钱拿回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你想啥？没忍住。还打喷嚏在脸上打。哎呀，这辣酱真不错，拌面条拌个米饭。哎，要是有点肉就更好了。这肉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有人，你慢慢吃。他可算走了。啊！啊嗯，趁着媳妇没来，赶快给他加点料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老公，这是么啊？好心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芥末太呛人了。给我吃。老公，这是又要吃独食的节奏啊！来来，嗯。好好，行行行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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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过分了，你给我等着。这个黑芝麻喝到桑葚粉，喝起来浓浓芝麻香味，怪不得媳妇天天都喝。想个办法支开他。哎呀，这个钱掉了！钱哪儿呢？哎，地上呢！贱娘们可不想好人呢！哼！好喝吗？这个黑芝麻糊？好喝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，它真的是软糯香甜，太好喝了。它这个盖子打开以后呢，里面这个粉特别细，而且有一股浓浓的黑芝麻味，家里老人呢小孩呢都可以安排上。它的配料表还特别干净，只有黑芝麻、黑米、黑豆、核桃还有桑葚。之前呢29.9元给大家发3桶，现在厂家有活动，直接19.9元给大家发3桶，而且还送同样的杯勺，这一桶呢就是500克的，有喜欢喝的点这里赶紧去下单。媳妇儿咋还不吃呢？嫁妆迟到芥末，怎么这么大？你是不是给我放芥末了？给我，给我！哎呀，有那么大吗？太辣了，太辣了！没有啊。哎呀，这么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自作自受，还有更惊喜的呢！有人。嗯。给我！你干嘛？给！你都知道我是啥呀？你这么胖了，你还吃？那我不吃，我也饿呀。
看不见就不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这鸡腿真香啊！这几十个饺子也就够我塞牙缝了。腊八蒜，酸酸甜甜的，太好吃了。姐妹们，就是我们吃的这个腊八蒜，它是用山东紫皮大蒜和酿造食用米醋自然腌制而成的，拒绝那些工业合成，老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。吃起来呢，它是酸甜口的。现在厂家活动来了，你点这里拍9.9元，直接给大家发3包，这一包呢就是250克的。你收到货以后，咱们在家里搭配个饺子、包子，你吃肉的时候来上点解腻下饭。喜欢吃腊八蒜的，赶紧去下单吧。什么这么香？嗯，这么香啊，俺这大鸡腿呀。他又来这套。天天长被我逮到了吧，一个也不给你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假装不知道，赶紧跑！老公，吃饭呀，快点！来了，来了。哎，今天你是吃饺子还是吃里面的肉？吃饺子，我吃饺子。那肉你不吃？哎呀，你自己吃吧。盘子里有啥我还不知道。不行，我得再确认一下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给我拿下水去。你倒干啥？帮我拿下水去。干嘛呢？拿个水这么半天。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真好喝，冲泡简单。
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，我吃肉。有人。哪来烧鸡呀？不是啥也没有吗？我都告诉你了，里面有肉，里面有肉，你不吃你赖谁？打他！老子。对，来，老公，今天我吃一盘，你吃四盘。等一下还有吗？不抢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还是给媳妇留点吧。就给我这么几个。老公每次吃饭怎么都这样呢？少吃点吧，都那么胖了。天天的能气死人。一会得想个办法揍他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喂，你别笑，这就对了。吃了吧？嗯，真香。咱家这辣酱怎么样？好吃。来，再给我点。姐妹们，他们吃的这块香菇辣酱，你们都拍了吗？收到货的姐妹都已经开始回购了。它是用香菇丁和鲜辣椒大火炒制而成的，而且属于那种香辣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咱平时在家里面蘸个饺子，蘸个包子，或是你拌个面条，拌个米饭，还有就是当个调料，炒个肉啊，炒个菜呀、啊，蘸个肉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一罐呢，就是80克的，现在点这里。19.9给大家发10罐，而且每箱里面都给大家搭配两个小盖子，你吃不完用这个小盖子把它盖起来，特别方便。喜欢吃辣酱的宝子们点这里多吞点。跟老公吃饭不留一手真不行。嗯。喂。啊！今天我做饭争取扳回一局。媳妇儿吃饭了，干啥呢？来了，干啥呀？这选一个，选一个，我选这个吧。确定。好。哎呀，哇哦，哇塞，这么多鸡蛋呢！我想吃面条。你自己选的。你个老六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你。你还挺会吃的，一口气吃6个鸡蛋也不怕撑住你。你等一会儿的，我先喝个玉米羹。他这是啥呀？我还是先吃我的面条啊。
他这看着挺好喝。真假的？你怎么不吃啊？你怕你跟我抢？我跟你讲空气啊，傻了吧唧的，你也太可爱了吧。嗯，真香。你就好好吃你的面条吧。吃饱了，快看看你里边有啥吧。那我就让你看看。哇，老婆，你还给我准备了大鸡腿呀！哎呀，啥情况？就你这样的，有鸡腿我能让你吃吗？我看你一天天的就是欠串。哎呀，老婆今天不在家，弄个烧鸡，花酱。嗯。有、哎呀，哎，筷子呢？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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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请别治啊！非常六加七呀！嗯，真香。哎呦！好吃了吧？给辣酱拌面条太好吃了！姐妹们，咱家这块辣酱你们都说要喝了吗？你在家里面不管是拌面条，你拌个米饭呐、啊，炒个菜呀、啊，炖个肉啊，当个调料都非常不错。而且咱家这块香菇辣酱，鲜辣椒和香菇丁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它里面这个香菇丁啊，吃起来是 Q 弹的，它属于那种香辣的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燥。这一罐就是80克，现在我们19.9给大家发满满的一大箱，10罐。而且每箱里面都搭配两个小盖子，这个小盖子你吃不完的话把它盖起来特别方便，喜欢吃辣酱的宝宝们点这里多存点。嗯哈哈哈饺子对哎呦我的妈！给我留一碗，给我，给我留一碗。你都这么胖了，你还吃？
有，来点出去，自己去，你去快点，你自己去，自己去就自己去。啊，我让你吃独食。哎呦我的妈！再来一个。有。哼。还好我留了一手。他怎么还有蛋花汤呢？看他吃的还挺香。我可要生气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烦死了！啊，这咋还有这么大一碗呢？让你嘚瑟，一会你就知道加料了。我得快点吃，我可怕你抢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还让我咋吃啊？他今天可是有点过分了。这么好吃吗？这饺子味咋样？一会儿。烤鸡。就你还想吃烤鸡？哼。今天给老公来个计重计，先把烤鸡放碗里。我看你今天能耍什么花样。再放几个骨头迷惑他。哦，来吃饭呀！来了来了。呀，鸡腿饭呢？对啊。还有生米饭。生米饭啊。不是我吃包子，你不是吃鸡腿饭吗？我还得吃包子。老公终于上钩了，等下我吃烤鸡的时候，你就傻眼去吧。干嘛？你在这儿呢。来来来，这水这么热了，得用开水冲。哎呀，对啊，去坐一下。有哇！再深的套路也挡不住我贪吃的嘴，我先把它藏起来。给你放个假鸡腿回去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完美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
真香。你知道了那么多吗？嗯，太好吃了吧！嗯，你吃差不多了吧？嗯。哎呀，我今天可放心了，给你看看我里面有啥。哎，这啥？还有烤鸡呢！哪来的假鸡腿啊？嗯，我看你一天天的跟着欠串。今天一人一个鸡腿，给老公一个惊喜。嗯，这娘们儿又想偷藏好吃的，还好我看到了。老公，吃饭呀，每次吃饭都这么慢。哎呀，你什么嘴？赶紧吃饭，咱们今天吃面条。我吃这个，我看这个好吃。惊喜是你自己不要的，别后悔。嗯，真不错。太好吃了吧！嗯，他碗里咋还有一个鸡腿？不管了，先让他吃完，我再吃。还挺会吃，看他吃的真香。哎呦我的妈！吃的有点着急了。吃的饭真不像样子。再加面条，用辣酱一半，太好吃了。把那罐也打开呀、啊。真香，辣酱拌面条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你还不快点吃？嗯，太香了，看这小香菇丁。你还不快点吃呢？你的这份面条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。你吃饱了吧？好了，你刚才吃鸡腿吃的太香了，你鸡腿太好吃了。我也有鸡腿，我早看见了。哎呀，我看到你藏了。有人。
这啥呀？这是啊！你吃！啥也不吃。打他！这没出息的货怎么又吃独食？这个毛病怎么就改不了呢？你都把菜吃了，我吃啥呀？来，我问你，我吃啥？我吃啥？我就爸，咱俩一起吃。啊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太好吃了吧！这么好吃的，来辣酱，多来点。嗯，真香。吃啊，媳妇儿，吃。吃。这辣酱太好吃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吃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吃！打他！啊！嗯？今天让他连骨头都看不见。这一天一到吃饭时候就整事。今天要你也尝尝被整的滋味儿。你别笑。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让呀！来了！这怎么也没个菜呀？这不菜吗？这太素了吧！吃这个。你吃吧，我还不吃。正合我意，我就想到了你不会吃。你傻的真是太可爱呀。你别笑。一会儿给你来个惊喜。还好我把肉藏起来喽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吃完了，来把这个也吃了吧。给，我不吃，你吃。吃吧，让你吃你就吃，哪那么多话呀？快吃！不吃就被发现了。
快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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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我这么防你都防不住是吧，吃给吃，有人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自作自受。老不行，先自己藏起来一个，要不然一会都给我吃了。给老公也放一个，这样他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。鸡蛋也给他吧，只要不再抢我的就行了。来，老公吃饭呀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这五个鸡蛋都给你吃。那不应该的吗？不跟他一般见识了，只要别再抢我的就行。哎呀，还有惊喜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我今天表现怎么样？好吃。看吧，老公高兴的，这回好了。等老公吃完，我再吃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吃了吧？总感觉哪里不对。今儿怎么你还不吃面条啊？我不着急，你先吃吧，老公。不对吧？得把媳妇支开，看看什么情况。给我倒点水，倒点水。好，你等着。给老公。媳妇儿学坏了，自己还藏了一个鸡腿呢，我得想办法把他那个给吃了。造孽！没把酱了，再拿一会儿。好，我去给你拿。喂，不是吧？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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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请别治啊！非常六加七呀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够吗？好。来，宝文，看我吃的这块香菇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它是用香菇丁和鲜辣椒大火炒制而成的。里面这个香菇丁呢，它吃起来是那种 Q 弹的，属于那种香辣的，香而不辣，辣而不脏。咱平时在家里面，你拌个面条，拌个米饭，你当个调料炒个菜都非常不错。现在有活动，点这里值9.9块给大家发10罐，而且每箱里面都给大家搭配两个小盖子，你吃不完用这个小盖子把它盖起来特别方便。老公，你吃饱了吗？嗯，吃饱了。那我开始吃了。我也有大鸡腿。啊？我听到。鸡腿鸡蛋都给他了，还抢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儿吃饭了。还不错。还在这儿杵着，不知道该
嘛呀？吐进去。这你别笑。啊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滚！这烤鸡实在让我按耐不住啊！这下烤鸡不就都是我的了？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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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请别治啊！非常六加七呀！太好吃了吧！我得赶紧吃了，不然他发现了又得挨揍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买的辣酱的？你弟偷完了吗？谁让你坐这儿吃的？我饿了，我吃点。还好我动作快，没被发现，不然就惨了。看咱家这香菇辣酱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还有就是你蘸个肉的时候吃也特别好吃，是我的烤鸡。啊、有人、啊。我烤鸡呢？我烤鸡呢？哦，又想背着我藏好吃的。你吃饭吧。来了来了，哎呀，行，我就吃这个。这五个鸡蛋你不吃啊？我们今天不喜欢吃鸡蛋。行吧。鱼上钩了。看他吃的真香，我都想拿大鸡腿换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让他吃饱了一会儿，就不会跟我抢大鸡腿了。这个面条真不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他应该吃饱了吧？哼，你这里边藏大鸡腿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哼，有人吃啊吃啊，大鸡腿，有人，今天就给老婆补充点 VC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！完了，是不是被发现了呀？今儿自己就来了，都不用叫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那啥，那土豆丝儿还有那黄瓜丝儿，我忘拿了，你去拿一下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去拿一下呀！去去，快快快，快去快去！去呀！烦死了！哼、啊！一会逗逗他。
进里放了俩黄瓜丝儿、土豆丝儿、豆芽，再俩来上两根黄葱，一卷。哇，这几不会卷呀？吃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好吃吗？嗯，我不嫌弃。瞅你那嘚瑟样！哎呀！嗯，再来点汤，喝。看我先给你打个样。肯定趁我出去给我换了。等等，闻着你这个香，你这个肯定好喝。一样的。哎，你这个调料肯定一样。一样。上钩了吧？啊！加满。今天给老公个惊喜，希望老公以后不和我抢好吃的了。还想背着我长鸡腿，这些都得是我的。再加俩菜，鸡腿呢？就你这样的行，今天就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啥也别想吃到。今天就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别笑。这盘小鸡腿你也别想吃了。太好吃了。这鸡蛋也不给你留了。把盘子先收起来。这个鸡腿也不能给你留。先藏起来，看你一会表现。吃面条得先拌上点辣酱。这面条拌上辣酱真香，我得快点吃，要不一会老公过来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正好，要不然这些还不知道放哪里。干啥呢？还不来吃饭？快点儿！来了来了，来选一个。我就选我跟前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选了就不能换了？快吃吧你。先选的后吃，那我先吃了啊。我鸡腿呢？我看一下是不是在你里面。你是大傻子吧你？我鸡腿是不是你拿了？你鸡腿怎么可能在我里面？没有吗？没有。这要是被老婆发现了，我免不了一顿胖揍。
吓我一跳。你就护着吧，我先把我盘里的肉吃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呀，你那边点儿，你看你胳膊，你有毛病，毛病吧你。哎呦我的妈！给你加点料。你怎么不自己吃？我得让他多吃点。你得多放点辣酱，拌面条。人家这小辣酱多好吃啊！拌面条更香。哎呀！姐妹们，就我们吃的这块下饭辣酱，你们还有没拍的吗？收到货的姐妹都说好吃。咱家这块辣酱，它是用鲜辣椒和香锅丁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属于那种鲜辣的。你只要是能吃辣的，都是可以吃的。咱平时你在家里面，你拌个面条，拌个米饭，或者是咱们吃肉的时候，你来上点，当个调料都非常不错，很百搭的。看这小易拉罐，这一罐呢是80克的。现在你点开我这个链接，你看一下，19.99，直接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。这还不算，再多给大家送这样的试吃10包。喜欢吃辣酱的姐妹们，你点开那个链接，赶紧去多囤点。还护着，还不赶紧吃？你管我吃饱，你跟他走吧你。一会儿我走，一会儿你把这个收拾了。哎，快走，快走吧你。打你嘴！炸！都是骨头。面条没喝，懵了吧？